自从他上次输给我之后，就一心当起了助教。他知道没有办法超越我，就想培养出一个有潜力的选手来代替他。他在我眼里是了不起的导师。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更强的。对于元武道而讲，天分比勤奋更重要。而若白，他只剩下勤奋了。所以从明天开始，你跟着我练习。总有一天，若白师兄一定会超过你。人已经到齐了，大家就开始今天的日常训练吧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训练了，我的水平还剩下多少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，所以我想请教练安排一场友谊赛。我想挑战一个人。谁？若白。师兄，他每天跟我们训练已经很累了，他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再跟你参加什么比赛了。你想玩什么呢？你忘了上次道馆挑战赛了？若白师兄跟廷皓前辈交手都输了，差点退出。这件事，我答应。若白，你。你们都断定我会输。若白师兄，加油！我相信你。居然敢接受我的挑战，勇气可嘉。你也不是初原的对手，不也一直想挑战吗？初原那是因为懦弱，怕对手超越他。既然有人说你比我强，那我们就用胜负来解决。总有一天，若白师兄一定会超过你。打吧。前辈的进攻竟然快到无迹可寻，这一脚的速度还是快如飞影，但是已经有点对不起电光石火这个称号。不过击中得分还是很容易的，希望丢掉的不仅仅是速度。廷皓的闪电连环踢，急如风，快如闪电，极富侵略性，又密不透风。兄，反击啊！踢他，踢他，踢他！进攻啊！进攻啊！若白对廷皓本来就很了解。廷皓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些闪电般的进攻，一旦他慢下来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秒，也将是决胜的机会。呀！机会就是现在。
廷浩，你输了。若白，刚才你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，这一仗赢得很漂亮。很好。自从初原退出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被打败过了。为了赢你，我设想过无数种策略。最后真正击败你的，是你长期不训练，自己放弃的东西——体力。我喜欢的东西绝对不会放弃。若白，期待和你正式交手的那一天。我也很期待。练字呢，若白大师兄。哎，你今天可是赢了方廷浩了，不准备请客吃饭啊？是我赢了，又不是你赢了，干嘛请你吃饭？哎呦，是是是，你赢了呢，不是我的功劳，是爱情的功劳。哎呀，这爱情力量真伟大哈，竟然能让你打败方廷浩。别乱说。谁乱说了？若白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对那个百草啊，早就有意思了吧？你看吕吕啊，你呢省吃俭用，不用宣纸，用报纸，这墨水呢也用最差的，天天打工赚钱，就是为了给百草交学费，考黑带，对不对？他是元武道的可造之才，不该被埋没。是是是。若白啊，二师兄告诉你，你要认清眼前人，认清眼前事，不要等失去了再来后悔。小白草，廷浩前辈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。曾经我以为元武道是我唾手可及的东西，可是没想到，我在渐渐的失去它。这刘海呢，就不要剪了。有些人呢，做教练还可以，这审美嘛，你懂的。若白，替我好好照顾小白草。谢谢。啊，拿着用吧，拿着用吧。廷浩前辈好像有一些不一样。像他这么骄傲的人，今天能说出这些话确实不容易。这次，希望是好的变化吧。钱，看你这小姑娘也没什么钱，20块钱拿走吧。20不贵啦，小姑娘，我是看你又长那么漂亮，戴上这个发卡又那么好看，看你又没什么钱，20块钱拿走啦。若白师兄，你觉得好不好看？刘海一别，什么都不怕。我还不了解你嘛，你要不是很喜欢，你也不会来这儿试，对不对？老板多少钱？20块钱拿走吧。看我的，等着。老板，啊，便宜点啦！我先走了啊。你们是在开会吗？怎么剪成这样？你是在赌气吗？如果不想剪头发，可以直接说，用不着故意把头发剪那么长。
婷宜，回到训练场地要开始紧张的训练了，你心情如何？能够进入前三名吗？她有可能打败韩国的少女宗师李恩秀吗？赛场上你飒爽英姿，霸气十足，可是据说在男朋友面前却是小鸟依人，很会撒娇。她以前也是院舞蹈选手，天分很高的，虽然很久没有训练，但是我现在也应该不是她的对手呢。对不起，突然归队影响到大家的训练了。只是如果下次再有记者跟着你的时候，记得提前通知我，不要搞什么突然袭击，这样大家也可以打扮得隆重一点，上镜的话会更好看一些。刚才啊，还有几个记者说还想找时间请您做个专访呢。你呀，这么久没有系统训练了，这腿法不知道退步了没有。婷宜，你和若白一组训练，百草和光雅一组。陈教练，我想和百草继续搭档。没关系，和谁搭档我都可以。我最近在为百草做一个特别训练，不能中断。若白，虽然平时由你带领大家一起训练，但是你要明白，在这里你终究只是队员，不是教练。陈教练，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，请让我和百草继续同组。沈教练，还是不要拆散若白和百草的搭档了，每次短暂的回来都要拆散大家已经形成默契的配合，是我不对，不如我和光雅搭档吧。若白，作为教练，我无需向你解释我的决定，不过你需要一个理由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元武道国际城市青年邀请赛是元武道非常重要的比赛，你们想拿回冠军为国争光吗？想。很好，李恩秀这些年称霸赛场，在国内唯一能和他抗衡的就只有婷宜，我们都希望在赛前可以帮助婷宜有更大的进步，取得突破性的成绩。若白，你在队内的实力最强，也是最会引导队员训练的，所以我要求你帮助婷宜备战元武道国际城市青年邀请赛。可是百草也需要备战世青赛。我很欣赏你的态度，在一支队伍里面只有竞争才能有进步。婷宜。是。不如你先和百草对练几个回合。你要做的是争取拿到世青赛的资格。可是婷宜，这一次我要你站出来。去吧。今天的切磋到此结束。若白，作为一个教练，你可能比作为一个选手更有天赋。